第28题，配置好的石灰水放置空气中一阵子，常会在表面产生一层白色物质。请问这现象是因为石灰水发生什么反应？这就是老师上课跟各位强调过的，从石灰一直到灰石或者是石灰石这一连串的反应的情况。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石灰水就知道答案了，这里可是石灰水，就是氢氧化钙发生了化学反应。那么这里只有选项 C 呢，我们的氢氧化钙是反应物，所以我们答案就是 C。 第28题问我们说，请问这现象是因为石灰水发生什么反应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氢氧化钙加二氧化碳产生碳酸钙加水。